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哎，那么有很多棋友说啊，这个有的时候上班或者什么的，容易错过咱们这个天元的直播啊。现在要告诉大家，其实错过直播不要紧啊，可以看重播。对，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看三天的这个重播，然后还可以呢，这个支持这个电脑微信和电视投屏观看。大家可以到这个围棋天元的公众号来这个成为我们这个天元的会员。除此之外呢，这个天元围棋商城啊，现在正在征订这个2021年的围棋天地全年杂志啊，还有马晓春老师的新书《巅峰之路》，胡耀宇的新书《星战》等等围棋书籍和棋具用品，都在我们的这个天元商城，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去查阅。好的，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这盘棋呢，就是范廷钰和谢柯的这个对局。这盘棋呢，经过拆先是范廷钰之黑。那这个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的画面。对，左边的是范廷钰，这个就是范廷钰。小范也是成名已久。对。当年他拿应氏杯冠军的时候是中国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可能到现在为止也是中国棋手中拿世界冠军最年轻的。16岁过一点点。对，现在可能大家都在攀比是不是16岁零几个月。这零几个月是不是非常重要？对。这个最年少拿世界冠军的记录是李昌镐。就和小范差几个月吧。好，我们进入棋局。棋局，那这盘棋是谢柯的白棋。二连星。然后白黑棋手角。这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布局了。对，点角。好，黑棋飞。飞。白棋。这个跟刚才一盘棋一样，也都是顶了再搬。对。然后这个黑棋也点角。以其人之道。现在这个。这个很流行，很流行。对。你不给我控，我也不给你控。对，这个长就是跟这个是有一点区别的。对。现在可能也这边。就飞这个的话是要做好挑战这个复杂大型定式的一个准备。对。就你得心里有底。作为黑棋方的话，比如说我拖的时候你敢拖，当你顶这个时候他就要退。对。这样呢，反正这个局部下完，估计这个四分之一个局部没了。对，然后现在好像跟有些争执是有关系。现在好像争执是应该黑棋有利。也许白棋这个不算太好。但是现在最近看了几盘棋，我是反正。就是说，当白棋下这种棋形的时候，就黑的飞，这盘棋也有。他都是顶了班的。最近很少有单拖的。最近。那是不是就大家现在比较倾向于这个变化，这个，作战的这一方，可能是不是会白棋稍微有利一点。因为这个棋是这样。如果能单拖，这个棋白棋应该说不如单长好。单长你走这个的话，我这可以不用下。对，反正一般这个时候白棋飞黑棋拖的话，白棋基本上都是这个要搬下去了，要搬，或者是当然也有脱先的。还有一个就是长退缩了啊，这个，但是这个局部就落后手。这个白棋局部是落后手。对，不太满意。
反正我一般碰到这种局面，我都怂了，我都是顶。顶一个。除非就是我边上的子都长到这儿来了，就是比如说我这儿有黑子，或者我这儿有黑子，那我肯定是拖。就一般正常情况下，我就是怂了。你这有黑子的话，可能前面就变化就不一样了。对。那顶一个挺好的。嗯。顶一个比较简单，其实也没有差多少，就是。或者说就没什么差别。对。说嗯。那实战呢，黑白棋是长，然后黑棋飞，然后白棋靠过来了，靠过来了，靠也是非常流行的下法。对，这个也都是定式了。现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当然也是受 AI 的影响。嗯。大家还觉得这个碰会比较意外。现在的话，各种变化都猜的比较熟了，嗯，比如说下班也好，上班也好，这变化都挺熟了。嗯。本局，小范下了一个简单很冷静的一步棋啊，对，立，然后白棋是分头，分头，嗯，黑棋置之不理啊，强占这边的这个点，嗯，对，感觉上好像是有点脱离主战场，嗯，但是我觉得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场面，嗯，应该像他们对现在最一线的棋手，应该肯定是用 AI 是猜过的。对，这个棋我绝对相信是 AI 的推荐。嗯，一般大家都觉得，比如说这个你刚分头了，我是不是来跟着你下一个？进攻你这个子的同时呢，对这里的黑棋好歹是一个造型吧？嗯，哎，结果他就大胆的在这出现。嗯。或者说黑的对这一代将要发生的战斗胸有成竹，嗯，我想可能是后者，啊，他一定是有所研究这个，对对对，是他们应该下了很多盘了，对，嗯，那我们来看，那么白棋是白棋打吃，这里，啊，这个断开很熟悉的一个形状啊，我们刚才也出现过，但是现在黑棋呢，就是对刚才是打这个棋，这一期比较少的打这个，嗯，通常是像本局这样的藏在这儿。嗯嗯，然后白棋长，白棋长，嗯，黑棋搬完了虎，黑棋搬，嗯，虎，嗯，然后白棋是要打吃，嗯。好，那这个时候呢，黑棋。靠了一个，嗯，显然也是有备而来，对，嗯，靠的话呢，白棋现在是不是不能往这个地方搬了呀？我也想下在这里，嗯，黑棋这个时候好像挺想搬这个的，但是搬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啊，这应该是这两班吧，嗯。嗯。这个怎么样不知道？假如搬这的话，是打了打出来吗？啊，想要打出来。啊，这个还是蛮厉害的。好像不打出来也没有棋下。对。嗯。走。这个蛮严厉的，嗯，看起来。嗯。是，这个好像是有。嗯。想搬出来，嗯。对。这应该是。对这个搬，可能黑的应该是有所准备的，嗯，不是说我一碰你一上班我就没招了。肯定不是这样。大概是要搬这个。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嗯，对。嗯。所以白棋呢，这个时候也没有跟着硬了，而是在这里先跳一个。嗯，如果黑棋再跑这三个，白棋下一步肯定是要搬过来了。嗯嗯，那黑的人走到这个搬是不是还可以？嗯，那这样的话，显然他这个地方没有子比较好。这样，如果做成这样的话，显然这个没有子。有子的话，白的就不能动了，就不动了。不过现在你没子的话，嗯，白的是要动的。对，白的现在是。反搬，嗯，反搬，然后黑棋打吃，嗯，粘，退，嗯，退，过来，嗯，
接上。拆啊、嗯，这样的话，这个局部告一段落，黑棋把自己走后了。嗯，白棋转到了边控上。嗯，黑的是因为应该会下这个吧？嗯，飞起来。嗯，那这样的白棋中间这个棋就变得薄一些了。嗯，好像黑棋蛮顺掉的，这个现在这个棋。嗯、黑棋长。嗯，这个地方是不能搬，搬是被糊死了吗？嗯，胡死，你是，你是那个打这个打这个？嗯，打这个应该是把我吃了。嗯，打这个吗？打这个啊，打这个是不是简单一点？但是吃的有点小吧？哦，是吧？这个我有可能这一代都是先行手，嗯，上面打。你理不理啊？可能理一个也蛮大的。嗯。不过白的也蛮实惠的啊，这个下法。搬，我在想是不是搬着也不一定便宜，因为这棋它实战黑的是退的。嗯。然后白棋也没下这个。嗯。再反过来说，这两个交换。即使是对走道是不是黑的也不情愿，黑的不情愿拐在这地方，搬我就算退，你走这个大概没什么效率了吧？应该也是走在这里。嗯，然后这两交换，黑的也没把它看作是便宜。嗯，他期待的以后是从这一带行起，所以下一步我们看，白棋下的这小飞，这个是受黑棋的这几颗子的根。嗯，白棋没有拐。对，他看着这个拐是不好的，帮对手白棋才出头麻，所以他是下在这儿。对，那么、白棋，白棋这个步调很扎实，对，连飞了两下，啊，这个大概就没办法了。黑的白棋肯这么小飞，我总是要补的。这个好像黑棋也没有什么动吧？对，黑棋压，白棋退。退。其实黑的这个拐挺大的。嗯。但是黑棋现在是选择了在这儿碰。收根。嗯。碰一个好像也不小。偏向于实地吧。嗯。搬。先把这个空扎住。连搬。对。然后打吃，接上，接上，接上，黑棋，飞出头，这样的话，白棋局部这块棋也没有活，白棋现在是尖，这手棋也真的挺大的，活了。有这个尖，这块棋就活了。我黑棋很想跳这个，其实这个挺大的。对，很想跳这个。这个白棋，跳一个，就怕白棋能连上，但是不能给他连吧？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打这个？我不知道你是走这个还是我怎么靠出去？挺大的，这手棋挺大，也挺想下。双方的眼位。对，也许这手棋有一点点缓吧。嗯，当然，这棋作为对局者来说的话，因为这次比赛的用时应该也比较短了，我觉得应该是每方两小时。像这种棋，它要经过很多的计算，就是我这一类的棋之后。如果白棋能把黑棋封进去，那就不用说了，肯定黑棋是不会便宜的。他肯定突破，然后他计算很多。嗯，那你时间花了很多，不一定占便宜，还不如就简单走一个。嗯，另外，像这个就是一种比赛的经验，就这个棋，第一，首先白棋不一定会下在这里。嗯。第二，下在这里也不一定好。嗯。那么你真不下的话，我以后走过来，我时间上我就便宜了。嗯。现在下这个。
这旗就绷得特别紧。对啊，这个感觉就是这一代就变成白棋先下手了。对，那黑棋这个，所以这个还比较大陆的一步棋吧。嗯，那么白棋就把这个抢到了。那白棋走完这个之后，白棋这块棋已经活了。嗯。没有后顾之忧了，对，黑棋在飞过来，但是黑棋现在等于说是把头走到了外面，白棋这个实际上感觉上好像是想下在这一类这一种地方，不过他下得很顽强，对，但是走了个这个，他哎要点过来，这个就是对黑棋压力比较大了，双方都有压力了。对，不过我觉得这个白棋好像就会得一点小利吧，不见便宜。黑的打出这里踢掉，这样的话黑棋靠在这儿。这个其实我黑棋也特别想。不知道走什么好，不知道怎么攻，因为棋形上对跟这个子相关联的，它是飞过去。对，不过白的好像能够出头，可以出头，并且出头的同时，对你这个大块是反过来又产生了威胁。嗯，你从这一带过来呢，没合适的点，对，它肯定能够出头。嗯，所以这个形状，所以他走，他就远远的走在远处。这个反正白棋不太敢跟着赢，如果黑棋是对再多两个就直接封住了，对是，所以白棋这个时候呢，就选择了在中间先把这个长掉，这个这也是白棋的权利，然后再飞出来，然后黑棋加意外。很意外的一手棋，确实很意外，尤其是在白棋走完之后。对，太紧凑了这个家，并且憋着好像对手没什么办法。那这个棋白棋即使是冲出来，那就冲出来吧，对，是实战哦，是，实战他是加了一下之后有搬这个，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这个地方有一手棋的话，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把你加住了吗？好像也不好加。对啊，看起来好像也不好加。看起来也不好加。对。但是搬是飞出来嘛？但是搬有可能飞，对。但搬好像本来这个地方就不大。他本来也不大会搬。对。嗯。这块棋已经是有眼活了。是的。所以实战等于说黑棋有了这手棋交换之后，白棋就更不会往这硬了。应该不硬，这个没什么好硬。这棋好像这个即便有这个打吃，这个家也好像也不能成立，他就往外走。对，好像我们刚刚没有看出来。没有看出他成立。再加他的再走。就长嘛。你还加不住，我这地方要冲断你。冲断。对，加不住。嗯。加不住的话，不过他就走这个黑棋也是有收获的。所以这个白的在脚里硬的心情是没有的。拐挺好的。好，黑棋点。白棋粘。黑棋长脚。白棋现在直接点到这儿来了。现在白棋这个地方厚了。就反而本来就感觉黑棋这个地方还有点势力，现在变成了一层皮。现在因为白的这个厚。对，白棋现在反而变得很主动，在这个中间。是的。不过也是拿这个实地来换的。拿这个实地来换的。然后黑棋现在是。黑棋小尖，这地方突先也是让人感到意外的一个地方。他是脱先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中间的价值小了。啊。是吧？
在不死的情况下，他觉得这个中间的价值并不大。那么白棋再封一手，这个时候再封一手，再封一手就黑棋就要做活去了，做活了，做眼去了。白棋走这儿，破眼啊。白棋这个招法还是很凶狠，都没有想到。然后黑棋走挡住，黑棋打吃，打吃这个他只会冲过去把你气撞进，但是好也挺损的，打吃这个粘上，然后黑棋就选择冲过来把白棋气撞进，粘上，然后堵住。这样的话呢，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气啊，这个给白可以打出这个，对。对，但是这带气有气的话，它然后接着它两个全是先手啊，就是你走这个的话，举个例子说，我走回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冲撞我了，并且我接着是走全是先手。这样黑棋就已经活了，对，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白棋这个中间的目数也挺舒服的。他现在黑的是走实力主义了。毕竟黑棋这个中间还是拖一手先的。然后现在白棋是加过来，也要现在白棋肯定也是要赶紧的这个走实地了啊，对，加在这儿。然后黑棋。白棋靠，这个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惯常的一个下法，对，惯用型。对，黑棋也不敢用墙，然后有一扳，对，黑棋这也不敢打，因为打完了之后呢，白棋这个粘完之后这有扳，所以黑棋这一扳也就定型成这样了。这个组合，白棋点过来，黑棋不肯粘，黑棋是先爬了一下，然后白棋退的时候呢，黑棋也不肯粘，就最后还是他的效率总好的倒是。这个地方白棋因为这个地方薄，所以没有冲断。白棋这个时候正过来，这个时候黑棋是不是有想吃的欲望？他要先走一个吧。我原来下棋的时候，但是不是这种场合，每次我一阵人家就是想都不想就吃这个。待会儿就提，就是有可能是一个转换或者是什么。但这个应该不行吧，这个黑棋这没活。你现在打这个的话，这个没有，好像不太风险太大。是吧，他你真是接上一下是吗，你敢小剑也不敢。接上我是利。这样我打到下权益了。对。他打你就提，打我就提，我的对手都是这么对付我的。其实就算这样你也不一定便宜。对，现在白棋跳一个黑棋这个地方没活，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一定便宜。这个打很凶险哈。对，所以实际上黑棋选择了一个稳妥的下法，就是单立先立，对，能立着交换着，他这边就很安心了。对，白棋粘上了。那么黑棋拐过，相当于黑棋还是看中这个实地，从这儿兜了一圈，对，把实地全部。现在如果正常收控的话，黑棋实地是肯定好。但这边我不知道小尖进来还有些什么东西，不过应该说也不太怕，这个顶上全是先生，活棋没问题。目前黑棋是很安全的。对。黑棋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对。就是捞孔。这个是小范所擅长的。他这个棋局经常下成这样的格局。这是他很擅长的局面。就是好像看起来好像中间好像也会有一些攻杀什么的，但是最后就是结果都是转成实地。对对对。这是小范的一个风格。
然后你来供我的话，我就做活，我就很开心，活得很快啊、对，是，对，他小贩做活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对，好像一般这个酷爱实地的骑手，治孤能力都很强。对对，总会要有。比如说以前什么赵志勋啊，坂田龙男，对。然后现在是小贩也算一个，陈耀烨这种也都是治孤能力非常厉害的。对，嗯，哎，这个他断一个还要立吗？嗯，哦，是白棋是想要官子便宜一下。对，嗯，搬，对，实战是搬、啊，然后黑棋就退缩了一下。他白棋这样的话，这边官子否则就是有问题。他这个是搬不好搬，搬住的。搬住到他力打了要拐出来，你这头软了，这个你要搬住，我从这里往外压了，这个他应该不好搬，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只能在这个提掉，对，提白棋官子便宜了一点之后，就这个子就不要了，因为这也出不来，实际上是白棋就把他这个子弃了，对，那弃了这白棋的空够嘛。对，感觉从刚才开始黑棋这个获得了很多现实的利益啊，这个白棋的目不知道从哪里长，白棋的目中间是个有断点，中间可能白的能够 能有点收获，这地方靠端，实战白棋是先尖，先尖这个是吧，这是强硬的，靠端是先手，他要这样黑棋就是这一顶的话，黑的就活了。这味道可能还不太好，顶段是先手，这一段味道还不是太好。这个有木挺大的。对，先把它这个眼位破了。对，然后黑棋选择了先打劫，这个打劫对于黑棋来说是没什么压力。即使打输了，这个也不会，也没什么亏的。是，这黑棋是无忧解几乎。白棋粘上了，粘上。粘上以后，黑的这一带做活的话，就挤了一粒，它是一个打劫也。黑棋现在靠。那这个地方其实黑棋已经有一只眼了。现在黑棋只要在这个中间做一个眼就可以活。对。哦，白棋，这手棋好像也挺大的。这个还没下。走了。已经走掉了。当街走了一下，对对对，这棋好像也挺大的。这个吃掉吗？对，这个小贩这个做活的时候还不忘把官子给收了。不忘。可以可以。他希望。你走我就趁机就多做活，你不走我过来是先手，你已经没活。并且有这个还蛮舒服的一点，我这个是先手。这个变成绝弦了。白棋拐，黑棋长。白棋尖。对。这个就是冲断。这好像看的有点复杂。复杂，很复杂。很复杂。白棋下面这个棋气好像也还可以，看起来像个大眼的样子。急，黑棋粘，哇，白棋虎，哦，这个很刺激。哎，这是什么？这要成打劫了。对，黑棋这个是个超级的一个劫，这个不能给黑的提吧？白棋现在是先在这个地方。现在。哦，对，就是现在，就现在啊！哎，好像其实现在黑的可以接上嘛，不理他也没什么。那我冲过来，这块棋不死了吗？但是这块棋可以接死了。对，那个转换到底谁便宜？转换怎么样？这个是1 2 3 4 5 6 7 8 9 10 20 21。22 32 33 35 37 38 39 40来目。这我还提过来，你不舒服。对，这个不太好，这个有个提，还有个打劫，那暂时是还不能走的。
吃不干净。对，那还有打结，那还是得硬住，要硬。所以它这个没有问题，硬住。然后白棋粘，哎呦，现在刺激了，黑棋的棋也很紧啊，太紧了。嗯，这白棋这个中间下的很紧凑，黑棋接上。嗯，白棋搬，黑棋打吃。嗯，白棋粘，这就一本道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打结。哎，哦，就吃。哇，这个白棋还有这一招。把黑棋气走得更紧，在想啊，也就是说，他现在是认为，我什么棋都不硬了。作为白棋来说，万劫不硬。嗯，那黑棋肯定是要把这下打掉了。都其实黑的还是有机会的吧，还走这个的吧。哦。走这个，那我粘上。对，我这样是不是黑的不错的？我那个这个是好像早晚是要走掉的，这个、那我是不是啊？早晚也要走吧。我可以不走一点好一点。哦，我提。哎，但是我这样的话可以挤完了。你走吗？哦，我先找。这个好像有一点，其实我啊，就这样。哦，那我应该单挤了啊，我应该单挤。你应该单挤，我就接上了。哎呀，这个地方少个挤、啊，好像一样。但是我好像我劫财比你多。哦，对，这个要打掉了。这个是劫财啊、然后哎，不是我这个一段，哎，这一段。这劫财。一个劫。两个劫，三个劫，七什么？你找不到那么多劫。那我这白棋好像不行了。那我白棋如果选择活棋呢？就是你活我也活啊。嗯，如果是选择活棋啊，那就活了呗。啊，那就行了，那就这样。这样怎么样？黑棋好，黑棋好，黑棋空太多。黑棋空。太多了，这个脚跟这个太肥了的。嗯，白棋这个劫好像确实是打不赢。打不赢，我这有，并且就是说，你找别的小点劫，我接上，这个还没有，你这块棋是死的呢。对，白棋好像只有一个劫财。啊，这劫财我大概理你都可以。应该会理啊、别的我都不理你。这黑棋还有劫呢。对。嗯，这个黑棋可以选择这种下法。对，嗯，黑的好像就应该这样下吧，我对，他实战黑棋也是二话不说选择了打劫、啊，对，这样就是这个打掉了一下，打掉了，就是目前就这样是吧、嗯？二话不说，其实这可以不打，先把这个接上，嗯，打这个劫黑的就行了，打这个劫可以的，现在打这个劫，嗯。打这个劫，黑棋白棋肯定是只有万劫不硬，白棋是没有任何选择的。而且黑棋来不及是吧？之前有没有可能先断一下，加上断一下？黑棋哪里这个？对，断着也没劫，打这个劫的时候就不是劫啊。不是，就是我打这个劫，出那个劫的时候也有可能，但是走这个的话，他也许要提这个劫啊什么的。那我就，但是他可能也没想到，嗯，是吧？对。如果能想到的话，我先断一下，总是不亏。断一下，铺这个劫就好了啊。对，感觉这个肯定比这个大。嗯，反正实际上黑棋这个开劫之后。这个木就是正好亏一点，正好亏一点，就是你看，嗯，现在黑的劫被白棋都提掉了，嗯、对，这个劫黑的发生错误了，黑的肯定错误了，嗯，就是提掉之后，他这里一共走到本来街上都是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二十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嗯，就是他得了二十六目棋，嗯，这里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起码得了二十八亩。而且这个地方，并且对这地方也厚全提掉，然后还有一个，其实这个地方也不一样了，这个地方刚才上黑的，就白的火黑的火啊，现在你还欠个木，对。那这样一算的话，这个黑吉明显吃亏了，这个开吉吃亏，嗯，这个明显亏了哦，可能这个 就这样被他提掉了是吧？哦，对啊，可能小潘这个也没有来得及，看看这个视觉效果，这个后来被憋成了一口气之后，这个就断不着了。如果前面先断一下，啊、断一走一下，应该能够断的、嗯。对，早先的话，对。早先这个找个节一个时段，这个也行啊，但这个你退缩我就便宜了木薯。对，嗯，然后黑棋把这个给停，那这样明显黑棋是吃亏了，打劫的时候吃亏了。对，哦，而且黑白棋非常机敏啊，这一下还走掉了。嗯，本来这个白棋已经走不着了，嗯，这一下非常机敏，这个白棋打一下，打吃，白棋唯一的就是，白棋要把这下也打掉就好了。嗯，他没打到，有可能打不着了。嗯，黑棋搬脚了。啊，白棋贴过来，但打到这儿，白棋本身也没有弱点，没有毛病。嗯，也是一手棋。黑棋尖，那现在这个就已经是进行到了这个收官的。后半盘的收官阶段啊，白棋搬，黑棋飞，嗯，白棋粘，啊，已经走到那个粘了啊，那粘也不小，对，打完了这边有木，黑棋粘，嗯，咱们把这个地方定型掉，其实曹老师就可以帮我们判断一下木数了啊，好的。嗯，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点看不清的，这地方是吧？木对木、啊、还不知道怎么收。哎、嗯，那现在白棋这个挺大的，这个嗯，这个挺大的。哎、这个，白棋现在走这里，黑棋打吃，嗯，长尖一下先手。啊，然后贴住，嗯，这样这个地方白棋围出了很多，对，黑棋打吃，白棋接粘上，哦，黑棋选择了下边的木数，没有选择上面，从这儿尖过，嗯，挺大的，嗯，打吃了，团。打吃，嗯，打吃了，嗯，嗯，哦，白棋这下是冲不到是吧？啥意思啊？哦，我想这个冲不到吗？他打的他没有团结，没有直接团啊，而是选择了这个。啊，他是觉得赢了吧？他可能觉得不，但是这个应该也是很大的，是啊。但是团这个的话，你打这是后手，对，打是后手，不过逆收也特别大，逆收也很大，嗯。这个逆收是一目、两目、三目、四目、五目，五又三分之二目，嗯。这个如果不走的话，是五又三分之二目，还是可能也能走着吧、嗯？这个下来多大？嗯。他是哎，实战是挡，这个没有是吧？啊，没有没有 啊，这刚才多摆了一个，嗯，然后走，还挡住，然后打刺拐，啊，这个点掉了，哎，他在这个时候团，嗯，还是团到了，团一个的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哦。先手六目，那还是挡住了，打，嗯，然后白棋扳住，黑棋立，嗯，这个时候曹老师可以帮我们判断一下，嗯嗯，这个是比较简单，对，从这个打劫打完之后，这个下面这个定型好像也双方也没什么问题、啊，
没有太大的问题。这块光好像整个这片48亩样子。嗯。1, 2, 3, 4, 5, 8, 5, 9, 6, 16, 12, 13, 14, 15, 16, 17, 1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8。嗯。79。黑了79亩。还有79亩。亩也不小。白起这地方其实还欠了一点，先算六亩吧。嗯。7, 7, 1, 2, 3, 4, 5, 7, 1, 2, 3, 4, 5, 2, 7, 2, 8, 9, 3, 3, 1, 3, 3, 3, 4, 3, 4, 3, 9, 4, 4, 4, 4, 4, 4, 4, 5, 6, 5, 7, 5, 8, 5, 9, 6, 10。6, 16, 16, 16, 16, 8, 6, 7, 1, 2, 3, 4。这样可以去贴不出。贴不出木，对，这地方有，这地方差不多一点点木吧，还黑黑，好像白的还有一木。白的还有一木。黄的也怎么也有一木。嗯。嗯，可以去贴不出木。可以贴不出木，那就是之前这个打劫。打劫就建明了。嗯。就不，他把这个接回去再打这个劫的话。对。形势黑的稍好。哦。石栅这个。这个墓，这个墓显然就是亏损了嘛，对，就是这个跟这个，单纯墓数上就已经亏了一些了，再加厚薄。也许小贩当时判断这样转换，可能觉得黑的要好啊，否则的话他一定会选择嘛，选择把这个劫打这个劫，打这个劫，只要我劫财有利，实际上是等于是不是打劫？嗯，白戏等于是要补回去的。对，我走一，我活了，你也得补活。嗯，手术上是没有差别。对，嗯，所以。所以这个节的转换，小范有点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嗯嗯。然后黑棋立，白棋翻，黑棋扑。嗯。这个时候白棋也没有提，而是在这里走。嗯。挡住。嗯。团啊，白棋下的非常的。啊，他这个简单，把自己都做活了，嗯，可以。然后黑棋点点一个是想要官子便宜吗？对，就是你走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搬一个，我就便宜了。比单搬他接这全是木啊，是这意思。嗯，先点一个，再搬你。你得补两个，好像看起来像便宜了一目多。嗯嗯，对。然后嗯，白棋后就让黑棋便宜了这个。嗯，那这样就翻。对，翻，然后打吃。打吃在这里吧。嗯嗯。白黑棋挡，白棋提过来这个劫。白棋提这个劫吧。对。嗯。这其实现在应该白棋应该是赢了。嗯，黑棋找劫，白棋接。嗯，白棋退。啊，退啊，退，让你接，然后变后手有可能是吧？然后黑棋再提劫，白棋打吃，哎，黑棋打吃，黑棋挤，黑棋挤。嗯，挤哪个？黑棋挤这个，黑棋挤完再走回去，再提。啊，那也没什么关系。嗯，然后白棋提，白棋提，黑棋就粘上了。看来这个棋黑棋是打不过，这边白棋还有劫，这边还有劫，这个劫好像黑棋打不赢。嗯，所以黑棋就粘上了。粘上。嗯，白棋顶。白棋是不是把这个吃了？对，现在这个吃好像很大。吃了吗？没有。半一路。嗯，他好像是，哎，卡。卡了一下。顶完了之后是哦，搬了，搬这个。嗯。这是搬了。这个。大吃。气氛挺好的。粘上。
但这个也大了，这个四亩、嗯，这个但是肯定这个大了，肯定是这个大了。嗯，这四亩，四亩半至少。哎，没有四亩半，这地方总是有一亩，这个没亩吗？吃的话，这个有半亩，没有，没有，这地方啊，这里有一亩、嗯、啊，半斤，一亩半斤。哎、嗯，那个提嘛也无所谓，提不提无所谓，好像也、嗯、一样，基本上一样。嗯，嗯然后哎。不对，白棋先挤了一下。嗯，先手挤，挤一个是后手啊。他觉得这个大了，这个是两目，先手两目。哦。再挤是先手两目。嗯。其实我们要注意，这种细小的地方挤一个就是先手两目，先手两目，实际上相当于是后手四目，理论价值是后手四目、嗯，这手棋非常大。其实就像这种细微的地方，棋友们如果下棋时老能注意的话，往往最后剩半目的就是你。嗯，这个棋，然后为什么说两目呢？这里少一目，然后你这里你主要算你景棋的，然后这个地方白棋多一目。对，这个就是个两目。嗯，就先手两目，比一般的，就比如说比跟这种官子比的话，要大很多。嗯。嗯，但是咱们不要这步棋没有就去棋，这样的话这个对，这样就没有，这样它可以团在这里、虽然我们看见了这步大棋，但是要先隐忍一下、嗯、对，黑棋走了吗？没走、那两步就他的了，施展了一步官子的好手、这个应该就是他的权利。嗯，白棋走，黑棋现在翻，把这个挤了吧。嗯，白棋提这个、对，给黑棋这个机会。嗯嗯，然后黑棋还住。嗯，因为白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应该有四目。嗯，后手四目的棋，所以他不太怕。嗯，哦，扑。嗯，劈。这个是四目强啊。打吃。嗯，黑棋。嗯，打。一路半截，对、啊、我这个我记得以前学习过这个棋、白棋应该打在这儿收官啊，好像要便宜一点，如果能提回去的话他一直提，对说的对，有道理，他可能不在乎了，白棋这棋可能赢了、不在乎这个打劫了，对，然后走到了这个最全场最大的一步棋。嗯，哦，然后搬砖完这个之后就没有再继续了，棋局就结束了、对对对，这个棋、这个打算就认输了、那个输赢也是看得挺清楚的。嗯嗯，那这盘棋总体上来说其实就是问题出在这个打劫上。对，这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个打劫，还对，本来双方都下得挺好的，我觉得咬得很紧，挺不错的一盘棋、对，那当对黑棋来说更不容易了，因为黑的本来只有 40% 的胜利、这最后的话也许已经赢了，就是这个、如果这个打劫的话，黑的我想绝对胜率反超。嗯，能打赢这个劫，黑的是全局是会占优的，但这地方很可惜。那我也有点不明白小范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嗯，我觉得他是不是在我看他前面这个猛捞实地走了一圈、对，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从这个目录上对自己已经有这种心理的就是优势的感觉了？可能吧，可能他觉得这提的还是觉得他占优，对，然后所以他就选择这个。我想我猜想就是说这个目数他觉得是差不太多，对，但是这个厚薄可能值很多钱，但是他可能没有，对没有完全计算。这个提掉以后白的太厚了，全局这个地方都有潜力，嗯，最后也都是白棋成空，对，嗯，很可惜，这地方范廷钰这个地方判断失误是不太应该的。对、嗯，我想他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读秒了？读秒是可能，因为这个用时并不太长。
嗯，要不然我觉得这首棋就是退让的这首棋应该不难，对，是吧？也能想到，对，尤其对小范来说，这样的、嗯、这样的定型不太难。对，计算这个劫财的问题就是，其实就简单的应该就能做这样的判断，就是被白棋提取这么多子，嗯、跟黑棋再提取白棋这串子价值的比较。嗯，因为黑的因为把这连回来，这个打劫做活。只要劫财有利，他是先手活了。嗯，先手活的意思就是说，等于无条件活呗。嗯，是。那就是这个价值跟这个价值比，显然白的是占便宜了。嗯，嗯，对。那这个也是很可惜，这一下子这个打劫完了之后，这个黑棋好像就黑的稍微差一些，稍微差一些。对，白棋就棋太厚了。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是的。有什么走出什么变化了？是的。嗯。不过这个还是三番棋第一局呗。嗯，对，还有机会，后面还有机会，都有机会，包括另外一盘，对，另外一盘，对，对，都双方还都有机会。嗯，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关注这个比赛的后半程。好，那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